各位早上好，生儿带我们，一个感恩节又到，很快又要过去。各位感恩节平安。今天那个李弟兄唱的诗歌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就能够有快乐开心的生活。因为我看见一些文章的报道，他们说中国、美国、印度这三个国家经济好起来，人们钱多起来，但是呢开心的指数反而降低，他没有提出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他提供的办法就是政府应该做一点叫人民开心的事情。我都不知道除了派钱还有哪一样事情可以叫人民开心。如果美国这些有钱人呢、把钱拿出来分给所有的人，我相信大家会开心。但是这个他们做不到的。圣经里面我们诗歌有两篇，你可以一唱就会开心。你刚才李弟兄提出来了270首，还有204首，204首，还有刚才那一首270首，这两首诗歌啊，你回家去练着唱。你还没有会，你还练不会唱，还没有练会，你就已经开心好多了。还有特别是那一个268首，有很多人不明白，玫瑰有刺，为什么要感恩？玫瑰是好看的，如果没有刺是最好的。我也知道好像有一些玫瑰是没有刺的。他说要感恩玫瑰有刺，你要想到玫瑰有刺有个好处，叫你要小心一点。 OK， 美丽的老婆啊，对丈夫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我真不知道。我们这边长大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讲的，亚伯拉罕的老婆非常非常美丽，他到了那个地方的土著啊，就看中他老婆，他不敢说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妹妹。所以那个圣经说啊，他是那个地方的王帝了，我叫做土著了，你明白意思吗？因为那个是不是野蛮民族，王什么帝？我是讲现实 ，OK， 他不是王，也不是帝，是。他看见人家美女，他就要拿来做老婆。上帝晚上呢，告诉他，这是某人的老婆，你不能要。如果你要了，你整个国家我要把你毁灭。所以他赶快啊，把他放出来，然后送礼物送给这亚伯拉罕，我买你怕了，你快点走了 ，OK。圣经是有这个故事，不过今天我们不搞这个，我来搞。照圣经信耶稣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学习。今天的讲章是个快乐轻松的讲章，我们呢下午有这个感恩节，还有我们大家有分享，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日子，也不需要担心。如果你是照圣经信耶稣，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要彼此祷告，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 ，OK？ 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健康，头脑清醒，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像我刚才讲嘛，我们要感谢神，玫瑰不但美丽好看，它也有刺，所以你享受的时候也要很小心的享受，就是欣赏这玫瑰的美丽。有刺了，你可以要小心一点，不可以乱来，也要总而言之呢，都是有意思的。我们要彼此祷告，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祷告，彼此关心，这是第一样。因为圣经里面说，我劝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祈求、祝谢。那这里它英文呢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在里面，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查看。今天我们不搞那么多，总而言之呢，我们要为全世界人祷告。好像我这一次看见加州啊，我常看见他们那个情况，我就觉得为他们流眼泪，非常痛苦，就是非常可怜。
我为他们祷告 ，OK， 有人也到那里去帮忙救济那些人。所有人民呢，要为统治者祷告，这是圣经吩咐。你这个统治者，我很多时候很同情，这个统治者是很难做的，很难搞的 ，OK， 特别是美国，你要做美国总统，很麻烦的。啊，我有为他祷告。就是你不喜欢也为他祷告，这些统治者，国家的统治者，圣经说他们也是神的仆人，那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也是神的仆人，为着人民服务，他真或者假，总而言之是这样，圣经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神给他们有智慧，给他们有爱心，爱他们统治的人民，为他们创造幸福。我上一次不是讲到有一句话吗？我以前无知的时候常常讲的，就讲升官发财。很多中国人呢都讲升官发财，我也学到这句话。我上一次告诉你的，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啊，把我骂了一顿，说你这个年轻无知，那是。五十多六十年前在香港，我讲了这句话给他骂了一大顿，有很多感受了。他说那是贪官，升官发财是贪官，我们是清官。原来他自己是做官的，我做了官，我把自己的财产都拿去帮助人民，我现在自己越做越贫穷，是有这样的官 ，OK。所以你在这样的官面前呢，你说升官发财。你中了他的大计了，明白吗？我这个官，我不单是没有发财，我还变得穷了。以前我没有做官，以前我很多钱，现在都没钱了，我把这个钱都给这个人民去花了，救济这些穷人了。所以世界上是有这个官，如果你不喜欢这些贪官，你就不要，你就捡这些好的官寻求咯。OK， 总而言之呢，圣经里这样说，因为人民他们为。所有人民为 要为统治人祷告，这里非常清楚啊，他这里直接数出来了，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啊，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啊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政府做得干得好，我们人民就快乐啊，也叫也丰富啊。今天早上报告台湾政府那边刚刚竞选哦，选完了哦，他们就是经济搞得不好，所以现在政府啊都是大败，因为经济搞得不好，人民没有饭吃 ，OK， 所以他们呢很失败了好多。总而言之呢，我们要为君王祷告，要为统治者祷告，希望他们好好的统治这个国家、这个人民，然后叫我们呢会平平安安的度日。现在全世界以为我们美国这里的最平安最好度日的地方，但是现在美国也有个非常大的困难。什么困难呢？不是战争的困难，是难民，墨西哥要过来的，这是很难搞的。所以你真是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看看他们怎么样搞得好。你完全收进来呢，你怎么办呢？啊，我常常有这个灾难。什么灾难呢？看见外面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这里啊，晚上可以睡二十几个人在这里 ，OK， 不需要在外面街边，太冷了，有时候是这么冷。但是呢，政府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如果你有一个人进来了，有时候也有那个坏人，他插到你的东西，说你弄断他的手啊，他就。你就有这个好多灾难，说这好难搞的。我很同情这些政府 ，OK。当然，他们美国政府可以印钱，你要告多少千百万，我印给你就行了。我不能印钱，我不要，好像普提兄很辛苦的赚钱，那这么辛苦赚的钱自己不吃，送给别人，好像道理讲不过去。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神面前呢，可以悦纳，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一种的事情呢，都是好的，在神面前也是好的。
他神，我们的神天父愿万人得救，这万人不是单单九千一万，是所有的人的意思。我不晓得他们以前呢，我们中国人表达言辞叫做万人，其实是所有的人的意思。OK， 然后你照我来说，你说万人，那我九千九，然后加多一个，加多一百个就一万，啊，首先是呢，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然后明白真道。所以你照着圣经信耶稣呢，就这一点呢，已经值得你能够有机会明白真道。然后这个真道呢，可以叫你生活的自由，怎么样离开罪恶试探。今天早上一早啊，我在外面扫一点树叶，下个礼拜应该没有了。我们外面那棵树啊，上面树叶都下来了。然后有一位穿的也是整齐的人呢，啊，在那里问我这里是教会，我说那你进去看看呢。他在外面吸烟，吸了烟以后呢，他把烟丢掉就走进来，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又出去，又在吸烟，就是好像他不能停止吸烟。然后我就告诉他，如果你要来教会求去信耶稣，你先要把这个烟啊戒掉。如果你不戒烟呢，你没有办法信耶稣的。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健康，也要考虑旁边的人健康。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所以我同时也在想，这些造烟的人呢，为什么有一天应该造出一种烟？你吸了以后，可能杨教授会做这种生意试试看，发明一种烟，那烟一出来呀，我有益处，跟旁边的人都有益处，一闻到啊，他就健康快乐。为什么不能发明这种烟呢？啊，可能有这些烟，可能太贵了，要用高丽参来做。高丽参来做烟，然后你一吸自己有益处，然后我们旁边的人闻到也有益处，传天下都有益处。所以你现在这种烟呢，你吸了自己损害健康，二手烟又损害健康，三手烟还损到健康。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个不合我们信耶稣的道理。所以如果你要吸烟，你不能信耶稣。然后他幸亏他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福州人福州话的聚会？我说那边有了，中国银行楼上。他说在哪里？我说你这里走下去，每街走转走，不要过马路，在左手边就行了。OK， 总而言之，我们信耶稣要考虑什么？自己的健康，考虑旁边的人的健康，考虑所有的人的健康。如果我这件事情对这些人，我自己所有的人都有健康了，啊，你可以放心的做。如果有损害呢，你不能做。不然呢，你不能信耶稣。如果你做这些损害自己又损害人的，普通人都不做，信耶稣的人更加不能做。如果你信耶稣人做这些事情，做一些损害自己损害别人的事，信耶稣什么？传天下都不要信耶稣了。所有人都明白圣经真理，这是神喜欢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常常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这是道理。因为神要我们明白，啊，你就要明白。那怎么能明白呢？你不单只要单单读圣经，你还要有心，有心在那里。有些人呢，来参加读圣经十几二十年三十年，没有办法记得。你有个办法，上帝恩待我，我从小就有这个办法。你读书读什么都好，看书也好，你要专心 OK。 而且这个时间读圣经你就读圣经，这个时间做什么事情你就专心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以前呢，我们有二十九年的中文学校，最多的时候有380个，这里到处都有小孩子。我就常常告诉他们，你要读书的时候就专心读书，要玩的时候就专心玩，
好像你打篮球，你要专心打篮球，你的心也在那里，非常要紧。你打羽毛球，你的心也在那里，非常要紧的。你不能搞这样，心在那样。很多人就是连他们神学家也是这样，他们没有办法，常常分心，一点在这里，一点在那里，一点在那里，每一点你都会，但是呢，没有一点好。OK， 你拿来摆，摆一下很好看，哇，这个人什么都会，没有一点好。所以你要小心，上帝恩待我，我专心读圣经，上帝给我这个环境。所以我现在发现的，我最近还发现那个 KJV New KJV 就是新的英国网地版，新的 RSV， 他们把已经翻对的把它翻新的时候把它搞回去错。而且我开始才发现他们都给那个 NIV 带坏了，新国际版，他们现在新的翻译照着新国际版的语句写出来了。那我凭着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有这个，我读书考试的时候不需要用很多时间的，因为我平常专心。他们 考试的题目老师写在黑板哪个位置我都记得，要这样才行。你现在读书记得专心，还有下课的时候不要立刻走掉，几分钟一两分钟在头脑里面闪一次刚才这一堂老师讲什么，他黑板哪个角落写这个答案你都记得。所以你没有办法 不好的。总而言之，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心要在那里，叫专心在那里，你能够才明白圣经真理。不然的话你读到这里再读那里的时候忘记这里了，你读这里又忘记那里了，你读几百年都没用。我告诉你这是现实，传天下现在再放在网上传天下都可以对证的。我胆敢告诉你，欧洲神学家我给他1500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今天发现的东西他们搞1500年搞不出来。我就是有这一点，读圣经的时候专心啊。我太太就是在这方面常常有麻烦，她非常照顾我，非常好，煮好的东西我有吃，大声喊我都没听见，她要来我旁边拍我肩膀，哦，有饭吃了。 OK， 你读圣经要这样读吧，你要专心。星期天所有人都在基督的教会敬拜神，传天下听是的。这句话 你不需要查圣经，没有直接这句话是理解出来的。你没有这个圣经程度，你没有办法这样理解使徒行传2:47。你这个你需要读圣经有那一点一点的程度，你读到这些圣经你就理解。有些很多东西你一看见就理解的，好像人与人之间又好的朋友，他一点他 一个字出来我就知道他整句的意思。你读圣经 要有这个功夫。星期天传天下所有的人都在基督教会里面聚会。今天早上呢，我刚才告诉你那位先生呢，他要找福州话的教会。我知道在附近这里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有人多少，我也有一点知道，但是呢那些教会的名字圣经都没有的。 OK， 你可以到那边去传天下到处去，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真理，因为连这一句他也写不出来。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写，他们的名字就不是基督教会嘛。 OK， 他们也没有我这个能耐。我可以坦白告诉他们这里是基督的教会，你要怎么样信耶稣，你们信耶稣方法在那边，我们这里是要照圣经这一本，而且是你的圣经，
啊，有时候我们要讲用你的圣经，免得等一下人家说我自己这本圣经自己印的，明白？照我的意思印出来的。OK， 用你那本哦。问题是他那本他也没有照，所以小心这个啊，非常要紧的。你把圣经举出来，你就骗人，你是照圣经，最少在印象上面骗人。啊，你教会名字圣经没有，你不能拿圣经出来。你圣经出来，你在印最少在印象上面骗人。所以全天下依照圣经信耶稣的，都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信耶稣，敬拜神礼拜天。今天礼拜天不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这里有基督教会，那边也有基督教会 ，OK， 好多地方都有基督教会，只是他们的语言不同。好像今天小云，啊，他就在那边聚会嘛，他跟他先生，啊，OK， 我是鼓励他的，他住在那里附近。现在你有 baby 太麻烦了，明白？我们不单只要顾你自己人多少，我还顾人家他的方便、他的健康 ，OK？ 因为他就住在那里一两条街，走路过去就行了。而且他们那里也需要他先生在那边帮忙。意思照圣经信耶稣什么意思？意思就这样，所有人一生生活诚实可靠。诚实口靠是一定要有的。上了恩待我，我年轻的时候呢，好多女孩子喜欢跟我一起走，因为她知道我说的话她们可以信。我前几天呢跟我太太在算，单单做护士的就有四个，单单做护士的30年以后，她们还打电话问我诚实可靠，他们知道我讲的话，他们可以信得过。还有，没有人胆敢出欺负他们。这是六十年前，60年前女孩子呢，常常有男孩子要欺负的。他们说他们认识我，没有人敢欺负的。圣恩典，因为我会找到他那里，我先敢告诉他。你千万不要想给我打架，你要给我打架呢，你手不要提得太高，你手提得太高呢，我等一下手指可以穿到你这里进去，你那个腋下没进去你就麻烦，可能连你的肺也拉出来，你就麻烦，他立刻就绑住了，他不能提高手了，怎么打架呢？哎呀，这个世界 ，OK。上帝恩待恩典，我从来都不需要打架。我们读圣经信耶稣就行了，上帝恩典。但是呢，也要生活要诚实可靠。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再多说。很多人不能做，他要多说，说这个说那个，举起3个小指头来，向天向地向我爸妈发誓，我爱你。如果你们有这些男朋友，你就要小心啊，要举手了，举3个指头来发誓，然后说他爱你，那你就烦。OK， 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不需要再多说。所以我开始来的时候，我在 Texas 那边读硕士，他们都讲诚实非常好，常常讲 ，Honesty is best policy。你会英文吗？Honesty is best policy， 就诚实是非常最好的生活原则，非常好。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毛病，他们有一个口头语的毛病，常常说 really really， 我就听着啊，这个跟诚实相反哦，你不信我讲的话。然后他给我解释，你在 text 有没有听见他们常常喜欢用 really really？ 我说啊。我告诉你事情，你要个 really， 真的吗？真的吗？然后他们说，哦，这是只是口头语，那你要改，口头语也不行。跟你讲诚实，就不要问 really 真的吗 ？really 是真的吗？记得吗？所以，如果你讲诚实，你不讲 really， 你就不需要讲了，是就是，是这样 ，OK。
所以他们一看见我立刻要改了 OK 我在讲话的时候他不敢再讲 really OK 这是现实问题。还有美国人犯一个最大的毛病，才有 my god， 千万不要搞这个，这是摩西律法里面很要紧的一个命令，不可以做 my god。 很多美国人都是讲这句话是非常不好的。 OK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使徒保罗胆敢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在我良心面前，在圣灵面前，我不撒谎。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知道我不撒谎，那是最好的人心，最好的人生，在良心面前不撒谎，在神面前不撒谎，在圣灵面前不撒谎，我的天父也知道我不撒谎。这一种男孩子啊，所有女孩子都喜欢他，我告诉你 OK。 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上帝恩典，我们信耶稣人可以做得到，这是使徒保罗的榜样。只有不信耶稣人撒谎，不要彼此撒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撒谎的旧人，还有旧人的行为。只有撒旦的儿女撒谎，这两个字儿女不能调过来就麻烦我。我看你别千万小心啊，儿女不能把它调过来。OK， 只有撒旦的儿女才会撒谎。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免得等一下麻烦了、啊。保罗对信邪术的某人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首领，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节圣经记载的，使徒保罗说的。还有如果你要追根到底呢，那是加拉太书一章第十到十二节，保罗说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所以上帝恩待我们，我们在基督教里传道是最安全的。如果人家不喜欢你就可以说、哎、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你找到保罗说，哎，不是我说，是耶稣说的，对吧？啊，直接追到耶稣那里去，那里去找耶稣，他算账了 OK， 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传道是最安全的。我传了1960年开始到现在58年了，保罗行对邪术行邪术人记在那里。你混乱主的道正道不止之外，对正在信耶稣犹太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魔鬼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也没有真理，他撒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撒谎的，也是撒谎的人的父。所以撒谎是哪里来的？有魔鬼撒旦的儿女，这圣经写的不是我说的。全世界如果你听见你说是我说的，你犯多一个罪，什么罪？约管成就犯，那也是一个犯罪，明白吗？不错，你可以随时冤枉我，我是个小人物，也没有办法跟你算账，我也不会跟你算账，但是神会给你算账。所有撒谎的人都要下地狱，那是启示录21章第8节，非常清楚，直截了当，所有撒谎的人都要下地狱。那是启示录21章第8节。信耶稣的不敢承认，不信的、可憎恶的、杀人的、谋杀人的，就是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撒谎的，他们的份，他们也有份。他们的份在什么地方？地狱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什么？肉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是魂的死。我们有肉体、魂还有灵，灵会自动回到神那里去，那个魂要下地狱，这是第二次死。我们想象一下了，开心一下啊！你的心回来了没有啊？希望你的心在这里啊！全世界没有人说谎，多好！
买卖房子啊，都不需要律师了，明白吗？那律师都要来做传道了，不然没饭吃。OK， 啊，法庭也不需要开了。OK， 所以省了好多事情，全天下没有人撒谎，人都是很可爱的，所有人。我常常想念50年前在 Texas Abilene 那边，我们基督教会1/3的人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不管你第一次看见，我们就 Hello how are you， 凡是有人汽车坏掉，我们就停车帮他修理。我开始来这里的时候，我在桥上面呢，这里的桥上面，纽约州的桥上面，我都帮过2次。OK， 我先把卡片给他，我是基督教的传道人，你不需要担心，我帮你们把这个车搞定。OK， 因为上帝恩待我，我读书的时候会修车的，他们教我，上帝恩待恩典，这些小东西他们教我一次就够了，我就永远记得。我们到处帮助人的，看人跌倒拉他起来，现在不干了，因为常常听见人家说，你拉得起来，等一下他说你拉断他的手，哎，你就烦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人的生活真正的轻松自由。什么人一看见都好像好朋友，大家都诚实，大家讲爱心。啊，彼此帮忙，彼此照顾，多开心，多自由的生活。是的，这是可以做的啊。主耶稣是我的榜样，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诽谤。信耶稣就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这样的人永远活在天堂。天堂是这种的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很多时候人家犯罪之后，他说他也会上天堂，我就说天堂是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去了，我情愿留在纽约啊，好吗？ OK， 天堂里面是这些诚实的，这些没有罪的，这些彼此祷告的，彼此相爱的，这些追求和平、追求平安喜乐的，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种人在天堂里面，不可给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你要对你自己说，从我开始，我可以这样做。OK， 你不能，我常常鼓励自己，我不能告诉人应该怎样，但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我要怎样。你最少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魂，要好好的信耶稣，控制我们的肉体传染，然后呢传染，那病很容易传染，好事难一点，但是也可以传染。结论了，照圣经信言什么意思呢？至高之处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如果你照圣经信耶稣，神就得荣耀，他可以再看见啊，我的儿女多乖多幸福，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就非常要紧，一个字也不能少。神所喜悦的是这种诚实的人，是这种不犯罪的人，自由自在的照着神的意思去遵行。愿神赐福各位，希望你们都感恩节平安。